生，一半在水泥森林中追寻努力的意义，一半在山海之间收集不期而遇的惊喜。好的出行搭子能让你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勇气，而一路伴我同行的伙伴就是他，艾卡尔 03T。延续了硬派的方盒设计，融合战斗技能的宽体美学，造就了艾卡尔 03T 个性的外观。车身线条十分硬朗，突出的保险杠极具冲击，透出扎实有力的肌肉感。我想没有人能拒绝这种不怒自威的霸气气场吧。贯穿式的进气格栅让艾卡尔 03T 的前脸更加威猛霸气，也呼应着它激进的性能。出游的路上足够轻松，才能足够开心。开启支架，三颗毫米波、八颗超声波雷达以及七颗高清摄像头，赶路的匹配由艾卡 03T 来解决。不过，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往往藏在城市边缘，烂路沟坎成了这趟旅途中的必经之路。艾卡 03T 升高的底盘、27度的最大接近角、31度的最大离去角，会让你的旅途更加从容。即使是面对一些凹凸湿滑路面，艾卡 03T 的 IWD 智能电四驱都能瞬间响应，轻松帮你脱困。那如果你想玩点野的，艾卡 03T 的 8ZX 驾驶模式也能满足你的轻越野需求。不管是城市通勤还是越野露营，它都是你可靠的出行伙伴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在山野间湖泊旁来一场户外露营的话，那 iPad 03D 还会有一个3.3千瓦的大功率外放电功能，你就可以在这里吹吹风，拥抱自然。开车、听歌、吹风，我在山海之间寻求一份逃离城市的安逸。如果你也收购了钢筋水泥，那出发吧，就现在。就让艾卡 03T 带你穿梭城市之间，去往山海之外。